重庆市大足区龙水镇风景秀丽，民风淳朴。丁女士就住在这个美丽的小镇，她跟儿子丈夫有一个幸福的小家。但就在几天前，儿子小旺外出打工了，这让她十分想念。我是小旺啊，在初去中秋两子都离开重庆了。他说出去，当时跟他说的是出去打工去了。在丁女士心目中，小旺从小就十分单纯，也并没有出过远门。这一次去福建打工，他离开时只跟自己在重庆打工饭店的老板说了。丁女士是在小旺到达福建后才通过电话知道消息的。就跟他那个亲戚说，他不想在这里住了，他要出去打工。很匆忙的收了几件衣服，他说他不住了就走了。在一家餐厅打工，差不多两年时间，都一直很勤快，也没到那些地方去，这种情况都比较反常。儿子第一次外出打工便去了这么远的城市，这多少让丁女士放心不下，于是每晚都会与小旺通电话。2016年7月28日晚上8点，像往常一样，丁女士接到了小旺的电话，但电话里小旺的声音却跟平时不一样了，这让丁女士的心里不免一惊。突然就接到一个电话，那边都说声称了，都说他的娃儿呢遭绑架了，并且这个周围还有其他的人，并且他还听到他还娃儿的声音呢。我们打电话去他都不接了。刚满20岁的小旺第一次跟着女朋友出去打工，却不曾想遭遇到了绑架。小旺在电话里的哭声让丁女士揪心不已。不但如此，丁女士和绑匪通完电话之后，绑匪立刻就给丁女士发来了一张小旺当时的照片。照片上小旺被脱光了衣服，表情痛苦地躺在地上，并且好像还遭到了殴打。在看到照片后，丁女士立刻就去重庆市大足区公安分局报了警。据警方了解，小旺平时生活很简单，也没有得罪过什么人。丁女士家只是普通的农村家庭，他们的收入刚好维持生计，并不是什么富裕家庭。如果说是熟悉丁女士家情况的人，应该不会绑架小旺，而且绑匪在电话中也没有提到索要赎金的事情。那么绑匪的作案动机到底是什么呢？聚焦一线，直击现场。儿子突然外出打工却遭遇绑架，那个用棍子指导他，都说控制他的那个人身自由、行为自由。母亲口中的女子究竟是何人？时间也非常着急，非常紧。是绑架还是诈骗？当事人究竟身在何处？绑架之谜，一线正在播出。也应该是一个荒山野岭、一个郊外的地方，这里躺在一个那个有石头很多小碎石上面，然后看到他穿的是个牛仔裤，但是没有绑那个皮带是没有的，肯定遭别个扯了。然后手这里也是被人绑到起，表情呢略显痛苦。好，然后在这个照片上看到那个绑匪，我们疑似绑匪，这个也是一个人，另外一个这儿有个那个棍子，至少我们敢肯定是两个人或者两个人以上。嫌疑人都是用脚踩到了那个小王的那个胳膊上，就是说黑丝压到他，那个用棍子指导他，就是说控制他的那个人身自由、行为自由。警方通过丁女士的详述确定这是一起绑架案，绑匪超过两人以上。现在当务之急便是找到绑匪的具体位置，确定其身份。但是现在警方所掌握的线索只有绑匪打来的电话号码。
通发照片就是这个受害者自己的手机发过来的。如果说有陌生的号码，我们会联系到一些开展的工作，可以查到相关的手机的基本信息，但是他又是通过他自己的手机发过来的，对我们来说又断侦查的方向又断了一条线索。绑匪十分狡猾，没有留下与自己有关的一切蛛丝马迹。警方整理思路后，继续询问丁女士小旺离开时的细节。这时他提到的一个人引起了民警的注意。他妈当时后头想了很久，发现呢这个走之前呢，他娃儿跟他说了一个就说是去打工，是跟一个他说他在网上认识个女朋友嘛，还是那个的。然后他说他不是记不是清楚，只是听到他还娃儿呢给他提过那个事情。他从这打工就是他新聊那个妹妹打的电话，他拿到福州去，好好都在福州去。民警通过对小旺熟悉的人走访，得知丁女士口中的小廖是与小旺在网络上结识的女朋友，也是重庆人，很早就去了外地打工。小旺此次去福建就是去找小女友的，但是现在小旺被绑架了，小廖又在哪儿呢？我们都通过他女朋友所在辖区的当地公安机关在了解情况，他是否受到绑架或者威胁的这种情况，但是到当地公安机关核查的核实下没有人受到任何绑架或者威胁的情况。民警找到小廖老家，但家中早已空无一人，现在小廖也联系不上了。他们会一同被绑匪绑架了吗？突然出现女朋友，我觉得那个小廖有女朋友的有一定的可疑程度，至少说跟那件事情肯定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我们不排除到底那个小廖跟那件事情上是受害者还是参与者，现在都排除不了。办案民警走访了小廖之前所有的邻居，他们都说小廖一家很久之前就搬走了，小廖也几年没有回来过，完全没有他任何消息。小廖与小旺一样失去了联系，民警想通过小廖查找小旺的希望也破灭了。当时时间也非常着急非常紧，一方面是保证受害者的人身安全，另一方面是保证受害者家里面的财产钱财不受损失。据丁女士回忆，小旺在到达福建的第一天就给他发过自己在福建的地址，这是一家位于火车站旁边的招待所。民警得知立即联系了这家招待所查找小旺的下落，但经过前台服务人员的反复查证，在登记单上都没有小旺入住的信息，女友小廖的信息同样没有找到，这让民警十分疑惑。他母亲也不知道那方面的详细情况，因为这些出去打工的都条件比较艰苦，肯定是不会住酒店，都是要么是租房子，都是住很条件很差点的那种情况。小旺也许是临时变换了住址，现在所有线索都断了，办案人员只有等绑匪再次打来电话。一天之后，绑匪终于按捺不住，给丁女士打了第二个电话。这一次在电话中，绑匪明确提出让丁女士准备35000元的赎金。我们来听一下。 你在哪个上班交不得个8个小时我不得行吗？我现在没在家里面嘛，给该路个远嘛。在电话里，绑匪让丁女士必须在半个小时之内给他们打过去35000块钱，否则他们就会砍掉小旺的手指。并且狡猾的绑匪并没有给丁女士提供自己的银行卡号，而是让丁女士把钱打到小旺的银行卡上。小旺此时正在遭遇着什么？他又身在何处呢？受害人去向成谜，一段监控发现蛛丝马迹，案件背后到底有何隐情？绑架之谜。
一线正在播出。办案人员听过录音后也陷入了两难的局面。我们也担心他怎么把钱打过去了，一个是主张那种绑架那个犯罪分子，而一个是钱打过去往往造成另外一个所谓的撕票的局面，就是绑架者要伤害那个受害者，这两方面我都比较担心。现在破案的关键是要尽快找到小旺的下落，小旺到底去了哪儿？时间一天一天过去，再找不到小旺，他的生命可能会受到威胁。这时办案人员决定从小旺离家那一刻开始寻找他的踪迹。然后我们都派出人呢，都负责到重庆他舅舅打工那个地儿呢，进行他的出走的一个轨迹的，都说调取视频啊那些一个轨迹的一个分析嘛，看他的行到底从哪儿出来过后，走到哪些地方去，从哪个走的。视频分析出他去了往大致方向是应该是往重庆北站方向去了。你先暂停啊，暂停啊！还有体貌，还是走路的动作是很像的。你看他一直在往那边走。有你两个方向。走到那边了。如果往那边走，应该是车站方向。嗯。暂停啊，暂停啊！嗯，应该是往那个方向，往车站方向继续放一下车。通过沿途监控分析，小旺的确到了车站。监控中，小旺并无异常举动。在去火车站的中途也没有遇到任何可疑之人，警方立即调取了小旺当天所买的车次信息，但看到小旺所买车票的目的地，警方大吃一惊。当时我们一直以为是在福建那边，然后通过福建那一天的那个火车发展记录来查找上面的那个旅客，原先不是实名制登记嘛，然后我们查找他旅客，结果没得那个，就说往小王那个名字在里头登出现，就那一天那个走福建那几班车啊，哎，那边的车都没得。难怪在福建寻找小王两人的办案人员一直都找寻不到他们的行踪，原来他们并未到过福建。那小王到底乘车去了什么地方？当时我们觉得奇了怪了，那个没回没得呀，人都是就在那儿来了，肯定是从也没看到从车站出来，从那车进去过后就一直走了的，走了过后好像那个回没得福建的，看看他那个消失的时间，来看他的那个具体的打开范围，然后我们把那几班车上去核查，发现了他那天是小王他没上福建那趟车，他上的是那个。山下边西安那边的车，他有可能就是真真正正一去了西安，有可能他是购了票之后没到西安去，也不排除这种情况。小旺为什么要对家人撒谎说去了福建呢？是另有隐情吗？不过这一切都不重要了，现在的当务之急便是要立即赶去西安查找小旺的下落。可就在这时，丁女士又收到了绑匪用小旺电话发来的一张照片。那我们看一张照片，此时小旺是在室内，因为躺的那个应该是地板砖，虽然照片上没有其他人，只有小旺他一个人一个半身照。然后当时现在此时小旺他是穿了衣服的，这个小旺的手指他那个食指被那个菜刀给切除掉了。然后小王呢，那点儿都很痛苦的躺在那个地上，然后眼睛这样闭着。当时他妈看到起来，都慌了神了，觉得那妹儿可能真的出问题了。他妈他娃儿的手都遭砍了，就血都流出来了。照片中的小王躺在地上，并且被绑匪砍成了重伤。到底是什么人绑架了小王？绑匪为何如此残忍？收到照片没过几分钟，绑匪便打来了电话。喂，喂，咋子？把你照片看到没？我看到没有啊？看到的啊？对，不打的话再多一个人打，我有的是耐心。再过来，马上对付谁子？要打我，我要打到哪上嘛？打到卡上吗？打到你卡上。
我们家穷的都拿出来钱喽，你想想看喽，我都是捡破，大部分都是走，都是捡破烂的人，咋去找钱喽？绑匪在电话里威胁丁女士，让她尽快打钱过去。但在她筹钱时，丁女士忽然又想起了一件事。她说她肚子痛，肚子喊肚子痛。好，隔两三个小时她又在喊肚子痛，马上要动手术，必须得喊我们打3万块钱去。好，我都急得了噻，我说打3万块钱去，我就说我是不用多钱噻。由于儿子要钱比较急，丁女士一时半会儿拿不出来这些钱，还去找了小旺的大伯借钱。我说他的福州去啊，才去几天，为啥子都又得疾病呢？我心里都有点疑惑。大伯内心满是疑惑，为了证实事情的真实性，大伯还给小旺打去了电话。我说你得了病，我说你在哪里住家？他说我在医院。我说你在哪个地方嘛？他说我福州人民医院，我福州人民医院，济人民医院。他当时他都没有说。随后，小旺还给母亲发去了自己在医院的照片。儿子第一次去外地，水土不服也算是正常情况，但小旺的大伯觉得还是应该小心为好。啊，我十七年我去了，我谈的对吧？啊，有我都跟说有诈骗在里头嘛。大伯的谨慎让丁女士并没有及时给小旺汇钱。过了两天，小旺便被绑架了，但是绑匪索要的赎金跟小旺之前的医药费金额相同，这难道是巧合？侦查的角度来说，都有一点问题，但是我们所说的怀疑的问题，没有足够的证据去支撑我们的一个想法，所以说不能完全的排除他被绑架那个可能。我进的都阻挡我嘛，不借钱给我。好，我身上没得钱的，好就没打给他；他身上有钱，可能就打给他了。案件疑点重重，民警觉得这不是一件单纯的绑架案这么简单，案件背后应该还有隐情。就在这时，警方从绑匪给丁女士发来的照片中发现了一点异样。这里啊，是可能是我们一个怀疑的地方。这个垫这个衣服啊，应该就是他穿的衣服。但是穿衣服垫这个情况啊，并不能说明他是不是绑架，因为什么？他有可能他为了有可能是胁迫他，然后把衣服脱了，然后垫着，也有可能是他本人就说是。我们另外一种猜想就是不是绑架，他自己愿意的，也有这种可能。这一张就是血迹这一张照片呢，刚才也说了，这个每一个点的问题，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为什么他如果躺在这里不会在这些地方流血，他如果站着砍的，他的手指头也不可能摆得这么好。但是还有这个他的血这个流淌的痕迹啊也不一样。民警此时对绑匪发来的照片的真实性产生了极大的怀疑，但此刻不能有一丝马虎。为了证实办案人员心中的怀疑，民警把照片交给了技术人员分析。首先从那个滴血状来说，他手指被切除以后不应该是那种滴血状，成滴血应该是成喷射状或者流状，它并不是它躺在那里了一点，而且那个手指的那个血的流向也不正确，和它的那个方位。第二就是说，小王被切除了手指以后，他还能平躺在那里，而不是去扶。既然绑匪发来的这张照片是经过软件处理，那么小王应该没有受到身体上的伤害。但是，绑匪为什么会发一张假照片呢？此次绑架案疑点重重，到底是一出闹剧还是另有原因呢？所有疑点都等着民警去查询。都打电话过去跟那边绑所谓的绑匪说，反正要保证他娃儿的生命安全，不受伤，不然的话你要出警可以，但是我们先把那个要保证娃儿的那个生命安全不要受伤，然后要求呀视频通话，看他玩到底是不是被行走人身自由。绑匪同意了视频通话，
从视频中，丁女士恍惚地看见儿子小旺的手指并没有受伤，但是等丁女士继续询问小旺的手指是怎么回事时，小旺支支吾吾说不清楚。在慌乱中，他还挂掉了与母亲的视频通话。我说我看你的手啊，到底在哪里在？他说妈妈，在手那头是假的。他想问他，他说那头都是真的啊。他说你那头不打钱呢？他说的哦，在我的手，在我的脚那头上。我儿子都喊我打3万块钱去，我都没打得起。他说他你儿子重要吗？钱重要的。他过后三个月都不连接不上电话了噻，打不通了。如果真是闹剧，那么小旺为什么会凭空消失呢？而且失去了跟外界的联系？这个时候，前去西安的民警已经在西安当地展开了调查。西安它是大家都知道是一个省会城市，很多人流量和外来人口也比较多。到了西安之后，也没得更多的消息。我们还是想到通过他有没有在其他购票啊，或者附近那种监控，那工作量也是比较大的。民警们在西安并没有找到小旺的任何信息，还要继续查找。就在此时，小旺的朋友透露，小旺十分爱上网。他是发了一张照片，一张风景照。西安警方看到那张照片的时候，都确定了这张照片的旅游景点是在那个商洛拍的。好，然后我们都随即到商洛去。到了商洛后，事情也并没有想象中的顺利。不过，民警们能够确定的一点是，小旺来过商洛。他至少在那里出现过。重庆市大足区公安分局的民警在小旺的家里发现了一台他曾经用过的笔记本电脑，在这台电脑上，民警发现可以自动的登录上小旺使用的 QQ 号。民警们查看了小旺的聊天记录，发现有一个网名叫做木鱼的女子，她最近和小旺的联系十分的频繁。从两个人的聊天记录中就能够证实，这个女子就是丁女士口中的小廖。但是小廖和小旺并不像是单纯的男女朋友，在他们的聊天中多次可以看到小廖让小旺去找他，说是可以帮助小旺脱离现在的困境。民警分析，小廖很有可能就是传销组织的一员。如果真如民警分析的这样，小旺很可能已经被这个传销组织控制了。令人揪心的绑架案究竟如何收场？种种线索让案件变得复杂，他究竟遭遇了什么？绑架之谜，一线正在播出。在小旺的家人得知小旺可能被传销组织控制后，也提供了一条线索。他在前不久，他那个朋友的娃儿呢，也是就说那种情况啊，就说打电话回来。跟他朋友打电话，说是我娃儿在外头生病了，要啷个要拿好多几万块钱，要喊拿钱，然后隔了两天又给他打电话，说是被绑架了。舅舅的朋友并没有给他的儿子汇款，但没过几天，儿子跑回来便说是自己进入到了传销组织。案件逐渐清晰起来，民警还在小廖与小旺的聊天记录中发现了一个电话号码。小旺有个联系说我弄了、我到了你来接我，然后小廖刚回来的时候，那你等到我喊你个人来接的，喊某某某，然后那个电话少多少，我你个人给他打电话，他给来接的。这个人很可能是传销组织的成员，只要找到他就能找到小旺他们两人。于是民警开始查找这个手机号码的主人。那个电话号码就成了我们那个破案的关键。那个人都是我们大足本地一个保定镇的一个人，他也是个大族人。好，当时我们都更加怀疑，可能他们是不是一伙的，都是推荐小王去那个传销组织。警方找到手机户主在重庆的住址，但通过询问，民警发现这个人并不是小廖口中的人。
我们掌握那个人呢，一直是在那个厦门那边卖衣服，他跟他妈跟他老汉一起还有他弟弟去那边卖衣服啊，已经去好多年了，去好多年，并且今天我们去问他的时候，他婆婆说我今天上午还通过他老汉了解打电话呀，都说也他还得他还得吃了中午饭马上要去卖衣服啷个啷个的。而且那段时间呢，他本人也在福建，没有在西安，所以说我们排除了那个开夫人。既然警方已经确定小旺是进入到了一个传销组织，那么调查方向就明确起来。我们的当地警方啊，经过他们了解到，然后有确实也有一伙传销团伙都在那个商洛的老城区。确定了小旺可能所在的片区，在商洛的办案人员就天天蹲守在这一片老城区。外来人口特别多，那种小单间租出出租屋也很多，连夹间呢，这夹层那种出租屋也很多，哎，并且有些因为个屋头都是那种高低铺、上下铺住很多人，全部堆到那里，那地形比较复杂，哎，又是一个比较落后的那个一个地方，它那个环境呢，也是一个，叫啥，错综复杂的。功夫不负有心人。民警在经过几天查找后，终于在一处监控视频里发现了小旺的踪迹。当时正好发现了小旺和小廖，发现他们呢，在街上走去，但是后面呢还跟起几个人，还跟起几个男的，还有男的女把跟起的，后面那几个控制住啊。但民警觉得小旺跟常人有点不太一样，感觉目光啊。不太高兴，至少不会有那种高兴的表情，或者是开心，反正感觉很忧愁那种。受绑架的人，一旦看到警察出现，而且只是自己家乡警察说的都是重庆话，肯定很有亲切感，就肯定很激动，但是。这个受害者出现在我们面前都是很平淡，都两眼无神。在车上，民警一直试图与小旺聊天，但小旺却一句话都不说。最后见到他父母时，才说出了实情。原来小旺并没有被绑架。那时候我们都心头的石头落下了噻，知道他人身是安全的，没受伤。面对儿子的欺骗。丁女士始终不愿相信，想到起儿子不在了那种感觉嘛的，啊，我都有点哭啥的。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传销组织？小旺又是如何进入这个传销组织的？在丁女士心中仍然是个谜。小廖他们是充分那种女生那种，以耍朋友那种借口那种方式，然后争取年龄相仿那种男生。比较单纯的那种男生，涉世未深的那种男生，对一种感情的一种爱情的一种向往，而且对一种没得工作想找一个工作出去闯业闯一番事业那种情况，针对他们那两种心态来看着在这种那个把他们骗进传销组织的方式。小旺在重庆打工期间，由于性格内向，平时并没有几个能说话的朋友。一个人孤身在外，也没有家人的陪伴，小旺爱上了上网聊天。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一个聊天软件中认识了热情的小廖，两人很快便发展成为了男女朋友。因为从个照片和视频上感觉，小廖给那些男生的印象是还比较漂亮，还比较有亲和力。这种传销组织从感情方面着手，利用青年男性的心理，让他们相信只要进入到他们的组织，就能从中获得高额的利润。当他们听到是在跟对方聊天的时候，都感觉上对方已经信任他了，已经有一定的那种暧昧关系在里面了，他都跟都会提出一些，都会提出让那些男生去找他呀，去看他呀，或者去陪他耍呀，或者在那边如果遇到没得工作的，就说可以到那边去啊，给你找个工作。当时他们就随便找个借口，就把那些男生骗过去。
小廖就是通过这种给小旺洗脑的方式让小旺来到西安。在小旺到达西安的第三天，身上的积蓄就已经所剩无几。先让这些女生儿，就类似小廖那种管理人员陪到一些男生儿游山玩水，耍几天，耍到身上可能没得钱的了，连吃饭都成问题的情况下，都把他们带到他们所谓的家里面去。当时我们不是前头发现手机关机了吗？他手机都是因为没钱了，把自己手机当了个玩来维持生活。身无分文的小旺只能继续留在传销组织中，每天都会到一个小屋里面单独上课。其中有一个领导级别的人对小旺提到，要想真正加入他们组织开始赚钱的话，就必须先交35000元入会费。他们分大课培训、小课培训，还有私人机小的组织几个人再坐到一块儿，相互交流，相互啷个跟陌生人交流，啷个让陌生人相信你，那个钱要啷个来，还专门教他说通过屋头通过那都说那种手法在屋头要钱拿起来，你把他进来了过后，你都可以得哪个职务，然后得个职务过后啊，你都可以下一步你都可以组织人，你也可以去找人来赚钱。于是小旺就学着对方教给他的方法，装作肚子疼，想让母亲给他汇去35000元的入会费。当时带到去伤了是那个医院，随便找了个病床，看到病床没人，然后他们就喊小旺躺上去，装起疼的样子，然后把那个医院两个字指漏了，医院两个字，然后某某医院那几个字用他的头啊，都把挡着去睡到上面，然后找了个小马上就走了。谁知道丁女士并没有如小旺所愿，按时汇钱过去。全小旺都是说我妈妈不打钱了，没打钱啷个办那个事情，然后都问那边他们那一头的组织就是同仁，他所有的朋友嘛，那些成员嘛，都开始给他出主意，我就不打你那种嘛，你跟你妈妈都来懂来重点噻，都说你是绑架噻，你来绑架你妈肯定着急都要给你打钱了噻。于是就有了开始丁女士接到绑匪电话的那一幕。然后他们第二天都在找那个荒废的山坡在上面躺到去，然后下面给他把那个衣服脱下扒去，然后周围的他几个所有的朋友嘛都跟他一起演了个戏，然后找了张照片，然后找了照片给我发过来，当天跟他妈妈要钱。由于母亲还是没有汇钱过来，小旺还专门去学习了图像处理软件。他们相互之间配合演戏的都不光是骗家人，尤其是他就是骗亲戚啊朋友啊那种同学啊那种情况都可能。这个传销组织固定成员有30多人，他们有的在里面已经待了几年了，但互相之间并不了解。通过我们对小廖以及他相关的一些人员进行一个询问，问他那个方面为啥子要频繁的还家，他说目的都是不让他们相互之间产生感情，相互之间不能了解。所以在小旺到达了西安的这段时间也并没有见过小廖几次，但是通过传销组织的洗脑，小旺已经心甘情愿地待在这里，没有天天掉馅饼的事情，任何事情呢都要脚踏实地的干。如果哪个给你吹嘘的哦，那个钱来得很快，或者说是通过某某某的方式你来钱来得很快的话，那种你都要进行小心点，要保持警惕性。小旺在得知自己进入的是一个传销组织之后，他并没有想要离开，而是和这个组织的其他人合起伙来欺骗自己的母亲。为此警方对小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目前西安的警方正在对当地的传销组织进行进一步调查。在此警方也提醒大家，在网络上聊天时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千万不要相信会有天上掉馅饼这样的好事儿。外出见网友的时候也一定要和家人朋友保持联系。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法治资讯，可以在微博或者微信中搜索一线，关注我们官方账号。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明天同一时间再见。